房水，我私房水又遇到难事嚟啦，快上市啦，行到未啫？好惨，好惨啊！七月二十日凌晨，广东广州白云区一家比亚迪 4S 店仓库起火，仓库很快被大火吞噬，还伴随着一阵阵爆炸声。大火烧了近两个小时，整个仓库烧得只剩下框架，许多路边停放车辆也被烧毁，还烧到小区的垃圾站。哇，这雪啊！哇，火烛了，后楼马虎。昨晚呢我瞓晚觉，突然间听到砰砰声，又跟住又听到啲爆玻璃声，我以为有人打交啦，咁我出阳台一望就已经全线火海啦。哇！哇，攞到嘅。以前我一直以为只要打开无痕模式就能安心上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新闻说很多国家的网络服务商都在偷偷收集我们的数据，无论是我们的 IP 地址、浏览的网站，甚至是每个点击动作都会被他们记录下来。这让我非常不安，因为这不只是自己的隐私被曝光，更可怕的是他们可能用我们的信息去做违法的事，这让我非常不安。后来我找到了 NordVPN， 它真的帮了我大忙，只要点击一下就能加密我的网络活动，感觉像是穿上了隐形斗篷，再也不怕被任何人监控了。它还会检测恶意软件和钓鱼网站，主动保护我免受网络威胁。此外，如果你想追剧却因版权问题被卡住，那也可以使用 NordVPN， 它能轻松帮你切换 IP 地址，解锁全球的流媒体内容，无论在哪里都能享受最新剧集。当然，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有了 NordVPN， 我们的数据和隐私可以得到充分保护，再也不担心被追踪或被监视了。现在点击链接 https://nordvpn.com/djynews， 可以享受独家优惠，超值折扣加四个月额外服务，试试看，你会感受到安全带来的安心。太呛了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全市都这样吗？我从市中心开到开发区，一路呛回来的，赶紧拿了干酒捂口罩啊。哎呀，坐等官方解释吧，咱也不瞎猜了。哎呀，这是咋了？秦皇岛这是怎么了？满大街都咳咳咳的，一股辣嗓子的味道，空气里全是。大家别来在这一方附近了啊，这边有气体污染了，会引起剧烈咳嗽。我戴了两个口罩，还会吸入这种气体。
秦皇岛开发区这一片不知道是怎么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呛的人只想咳嗽，感觉好像是被投毒了。走在大街上好像人都会变异一样，还没有戴口罩。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我5点多钟就闻到这个味道了，呛死我了，真的特别的不舒服。我看大马路上现在还没有人戴口罩呢，当时我戴着那个防晒口罩，我都感觉可明显了，这味道又呛眼睛，鼻子还酸，然后嗓子还特别不舒服，感觉卡痰都卡不出来那种感觉，特别辣眼睛。现在应好点了，但我口罩戴了两层口罩，唉，不得已才出来了，接我儿子下课，要不我都不出来。到底是啥味道，我这个现在也搞不懂，到底有没有毒也不清楚。10月29日下午起，秦皇岛市许多地方的居民都开始咳嗽，民众怀疑是毒气泄漏，官方声称查到原因，但截至10月30日上午仍不公布，只建议减少外出，引发民众质疑。10月29日下午，当地网民反映秦皇岛市开发区、海港区空气刺鼻，像辣椒面味儿。相关话题10月30日上午冲上热搜，当地网民纷纷发帖反馈及质疑。秦皇岛的空气有一种刺鼻的气味，街上行人都捂着鼻子，家里人也嗓子又疼又痒，不停咳嗽，这是怎么了？坐标秦皇岛开发区，大家都闻到刺激性气味了吗？辣嗓子，有没有人知道咋回事啊？咳嗽、打喷嚏，小孩都一直流鼻涕。有网民发视频说，他从下班到家6分钟，呛得特别难受，嗓子特别干，喝了4碗水。他质疑官方还不公布原因。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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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来了要出来了，我操，哦，他挡着的，他挡着，还我操，他还没挡着，他肯定要挡，不可能让他，我感觉那女的看我们呢，对对对对对，错位错位错位，看到我拉了。来了！我靠！我操！我操！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操！放大点，放大点！我靠！我靠！我靠！10月25日，湖北武汉传出一段恐怖视频，据称是湖北商贸学院女学生在宿舍楼窗口拍摄。视频显示，几名官方人员先后拉着一块蓝布和一块灰布进入视频拍摄者对面的一栋建筑，随后用这两块布一左一右遮掩着一辆担架车从宿舍楼走出来。整个过程中，一名女工作人员都站在楼下监督对面宿舍楼的学生不准偷看或拍摄，此人还高声命令把窗帘拉上。视频中显示，工作人员推出的担架车上疑似放着一具遗体，遗体上盖有蓝布和白布，网民怀疑整个遗体是被医护服严密包裹。当地网民爆料，该校一名女学生突然死亡，官方未通知家属，直接将遗体送殡仪馆火化。家属到校门口拉横幅“还我女儿”，并抱着遗像上网维权，讨要真相。同校学生分享校内通知，显示校方连夜封杀消息，要求班干部迅速掌握每个学生的去向，并威胁学生不准在网上透露消息。此事一度引爆网络舆论，但目前正被全网封杀，大陆社交媒体上只能找到零星消息。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大部分网民都怀疑这名女生死因不简单，并试图探寻真相。还有人直呼恐怖，质疑中共官方直接火化遗体并压制消息，现在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一些网民评论，在中国活得的不明不白，死的也不明不白，校方是在毁尸灭迹吗？人命如草芥，真的人命如草芥。那先生们，晚上好。刚才前面箱子给他砸了，那是反社会，卖什么呀？啊，
给学生上课的地方，知道吗？是不是？他妈的，老师跑了两天就过来，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你进来。警方提醒您，今天中山北路没有任何活动，也禁止参与活动人员进入中山北路，服从警方管理，服从管理的将一律。